已经慢慢的了，眼睛都白了啊！哎，小心手别磨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干嘛呢？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？要几分钟？ 这个盘子冻开了，嗯，就白了哈，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关吗？关，关。他眼中病黑了就行了，眼中现在白的。哦。嗯。你也能还原成黑的？对对，能还原成黑的。来来来。我这个。呵呵呵。嗯。没呢。 变黑了，这行了，哎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你看，慢慢开始变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哈。行了，嗯。冒泡了。冒泡。这三个就是2分钟到3分钟。是吧？看到哎呀，该呼吸了，呼吸了，你看，你看，活了。你看，这个要冷冻时间长都不能活了。 你要保存150度保存就行。100多度，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。你看那个冻那个什么脐带血、精液，都冻那么40%，全都完了。遗传基因都是用乙肽的。对啊，精子。这个就是个原理。啊。行了。很神奇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好好。 上次那个鱼有点收藏，拧不掉。<笑><笑>上次效果没这好。对对，这个很明显。看鱼越大了，效果越好。我们冻鲤鱼、冻泥鳅都做过实验。